三个宝宝加 Q 啊，然后是我是三万零加四人 Q 啊。对了，我看看啊，那个等一下 ，W 哥哥 ，W 哥哥和兔死哥哥，兔死哥你可以加我四人 Q， 再累积一下，兔死哥，兔死哥再累积一点可以加我四人 Q 了啊。可以加我私人 Q 了啊！谁说要看脚的？出去吧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最讨厌这样的人。那肯定是不一样的，那能一样吗？小哥哥，通过一下，通过一下，不跳了，通过一下啊，通过一下，我家小哥哥啊，谢我兔子哥哥，谢不忘初心哥哥，谢很美好一天哥哥，五千零加 Q 啊，三万零加四人 Q 啊，谢我兔子哥哥。正点，对，兔子哥还差一点，兔子哥马上就可以得四人 Q 了啊，兔哥，那个兔哥，兔哥再给我刷，再刷再刷，我看看啊，你可以再刷五个宝宝吧，再刷五个宝宝，刷五个宝宝，兔哥，微信几个？微信三个，三个宝宝，三个宝宝五千零可以加 Q， 三万零可以加四人 Q 啊，兔哥再刷五个宝宝就到了。哎呀，行，明天来累计一下，可以，兔哥，明天来你再累计五个，再刷五千铃铛就好了，或者是五个宝宝就给你的啊，明天给你留，不着急，明天一样给啊。多少加微？三个宝宝铃铛刷，虫虫。还没给你通过吗？铃铛刷，铃铛刷五千个宝宝刷，有铃铛刷三，铃铛刷五千个宝宝刷三个啊！OK， 这就通过啊！等一下，通过一下。铃铛刷五千个宝宝刷三个，可以加 Q 啊！三个宝宝加 Q。三万零加私人 Q， 哈哈，哇，哈哈哈哈。
兔死哥哥。5000+ Q， 30000+私人 Q， 哥哥们啊，小兔死哥哥，这么等不及了是吧？这么等不及通过，抱歉抱歉小哥，抱歉啊。哥哥们，那个5000+ Q， 30000+私人 Q， 哥哥们像兔死哥哥似的可以得到私人 Q 啊。一样的，有区别的。幸福是你哥哥通过，虫虫通过，抱歉啊，抱歉哥哥们啊。刚通过，刚才跳舞的，抱歉一下啊。铃铛刷5000+宝宝刷，铃铛刷5000+宝宝刷3个，哥哥们，丽佳丽通过的，铃铛5000+宝宝3个啊，5000+ Q， 30000+私人 Q， 哥哥们啊，开始给发了，哥哥们啊，私人 Q 和 Q 那一定是不一样的，哥哥们能一样吗？等着急了就给你来，铃铛5000+宝宝刷，铃铛刷5000+哥哥们，宝宝刷3个啊，可以加 Q。再说一下，铃铛5000+宝宝3个加 Q， 然后呢，铃铛30000+加私人 Q。Understand？现在开始给你们发啊！哎，我都有点跳懵了。好的，开始给你们发了，哥哥们，铃铛5000+ Q 啊，铃铛5000+ Q， 铃铛30000+私人 Q 啊。对对，兔死哥，加吧。哈哈哈哈哈哈 ！W 哥 ，W 哥 ，W 哥可以累计 ，W 哥给你权限可以累计 ，W 哥，明天来还明天来一样一样，明天来一样有效的 W 哥啊，明天来一样有效的 ，OK。铃铛刷5000+宝宝刷3个加 Q， 哥哥们，铃铛刷5000+宝宝刷3个加 Q 啊，铃铛刷五都懵了，三万零啊，30000+私人 Q， 宝贝们啊，站起来 ，Friday， 你都对我不好。